为了制止天启将军的野心，五行蚂蚁必须夺回灵珠，获得五圣兽的力量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灵水国的灵水龟，在那里他们将面对前所未见的邪恶对手。禁风之卷，我一定要破解你的秘密。哈凡凡，哈凡凡，天启将军，有何吩咐？怒可可也失败了，五行蚂蚁已经到了灵水国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？放心吧，天启将军，只要我这布兰星最邪恶的科学家一出手，保管叫五行蚂蚁有来无回。哼！到了整个灵水源，不是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水灵灵，水灵灵，要穿过黑暗结界，必须要。那我们该如何进入灵水源呢？我知道，灵水龟告诉我了，我们要收集三块彩虹碎片，架起彩虹桥，就能进入灵水源了。那彩虹碎片在哪儿呢？有一块在醉泉岛。好，五星飞艇目标醉泉岛。纸明明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啊。看那里有居民。水灵灵，灵水龟说了彩虹碎片的具体位置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水灵灵，你别走啊，包子，好大的包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是包子，我是来吃包子的，真香，放开我，我不能吃，你放开我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们赶紧进去调查一下。你们等等我，走开，你们等等我。你就在这儿和他玩会儿吧。等等我，我坐错，我团团。整个醉泉岛的东西都能随便拿，很棒吧，羽毛吗？羽毛吗？我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把你藏得好好的。这个财迷。好啊，雷震震，你又在干坏事。是你把这里的居民弄成这样的吧？就算是本天才做的，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啊？要你好看。就凭你们几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！木吞吞，你看是什么？木吞吞呢？木吞吞怎么变得和这里居民一样？这也太入乡随俗了吧！这不是什么入乡随俗，看那边。
我就是宇宙之王。一定是这些涂鸦的原因。这怎么办呢？你是谁？我就是布兰星最邪恶的科学家，天启将军手下第一谋士哈凡凡。就是你在大家脸上涂鸦，让大家变得这么古怪。像我这样英俊潇洒绝顶聪明的蚂蚁有一只就够了，其他的蚂蚁应该比我笨。我真是太邪恶了。走，跟上，看看它飞去哪儿。哎，天才就是寂寞呀。哈凡凡一定知道弄掉涂鸦的办法，怎么才能谁是最聪明的蚂蚁？谁是最邪恶的科学家？就是你，哈凡凡。哎呀，我有办法了。水灵灵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啊、哎、不要动来动去，很快就好了。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救命啊是全部蓝星最聪明的，不会有比他更聪明的了。站住！你们刚才说谁？谁是布兰星最聪明的蚂蚁？林水国最聪明的蚂蚁水质质大师。撒谎！撒谎！撒谎！我在林水国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水质质。你们两个一定是五行蚂蚁的奸细，我要好好教训你们。水质质大师、太聪明了、真的有这个家伙？水质质大师聪明太聪明了。快说那个水质质在哪儿、在那里、不对、是那里、不对、哪里啊？哼，那你来说。就在想不起来。哎呀，你等着。快点告诉我，那个水质质大师。欢迎水泡。原来用这个就能去掉涂鸦呀，谢谢你哦。你们五行蚂蚁，你们居然敢欺骗邪恶的哈凡凡，你们邪恶的哈凡凡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本天才这是在哪儿啊？太好了，老大恢复正常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看，谁让我把藏着的金币取出来啊？水灵灵，林水龟，水灵灵，你干得很好，终于解救了伙伴们。时间不多了，快去寻找彩虹碎片，架起彩虹桥吧。五行蚂蚁为和平出发。土豆豆呢？糟糕，把土豆都忘了。你们谁来救救我呀？真香。我们要尽快拿到三块彩虹碎片，这样才能进入临水园。第一块就在岛上的彩虹湖。这是彩虹火山吧？
我们快去看看。嗯嗯嗯。彩虹碎片，听起来是值钱的好东西。嗯。啊！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这一定又是哈凡凡干的好事，你们看。谁攻击你们了？是哈凡凡，他要将彩虹湖的水全部抽光，要是源断流后，这可就是我们仅存的水源了呀。我们想阻止他，他就用彩蛋打我们。嗯，果然是哈凡凡，可恶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这里好像很危险啊，我们还是去找彩虹碎片吧。嗯，看，是雷卷让他们。彩虹碎片是我们的啦。可恶，你们别跑。阿凡凡给这里的居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还是先阻止他吧。这个阿凡凡的确太坏了，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对，除恶惩奸是战士的职责。抽干彩虹湖，很快就能找到彩虹碎片，叫五行蚂蚁白忙一场。是哈凡凡，烈火流星！火匆匆，别冲动！哎呀，每次都这样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不懂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啊，虫念念用过的，大家小心。虫豆豆，快做骨头。好。土豆豆，快把骨头扔过去。到了第三顿午餐的时间了。五行蚂蚁，等我成了布兰星之王。宝贝宝贝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大，快找彩虹碎片。老大老大，你我什么？烈火流星。是你们两个，
上司竟然敢把我英俊潇洒、充满邪恶气质的脸涂成丑八怪！啊！你们会付出代价！接受邪恶的制裁吧！五行蚂蚁根本不是我这个布兰星最邪恶的科学家的对手。大金刚拳！啊，土豆豆，用你的粘土包住我的泡泡。啊！粘土硬化，大金刚拳！你们无路可逃了！成功了！可惜彩虹碎片已经被雷震震他们抢走了。舍利取义，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你们看那是什么？哇，哇，是彩虹碎片！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水灵灵，你拿到了第一枚彩虹碎片，做得很好。嗯，还有两片碎片，你们要加油了。可是我们下一步去哪儿？我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了，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把他们弄醒。别过来，你知道本天才是谁吗？别过来，别追我，我不好吃啊。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